阿达斯兰尼德罗的曲子是在进行入沙中。我觉得在随风唱歌就是有一种在自己家里客厅，然后招待一群朋友的那种感觉。因为呢，这个空间让我觉得非常的舒服，然后很自在。常常跟很多客人当中，他们都变成朋友了。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可以常来，在这边我们会带给你们好听的歌。